还行吧。说实话，我真有点累了。不过，这个对比结果不出来，我也睡不着啊。希望是我们想要的结果。报告，比对结果出来了。怎么样？可以确定这次得到弹壳跟5年以前在都城市发生的816持枪抢劫案为同一把手枪射出。 终于可以100%的确定是胡志军了。哎，老周，你怎么好像不那么兴奋？这个结果，在我心目当中早就有数。建峰，我们需要的可不是这个结果。我知道，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抓住胡志军，但是这个不管怎么说，也算是阶段性的胜利吧。毕竟我们终于可以并案了。 生气了，佳佳，佳佳，老婆。 啊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咱们都城市公安局的徐局长，他对这个案子非常重视，连夜从都城市赶过来的。这位是都城市刑警队队长周铁，这是大家的老熟人了。胡志军的案子就是一直由他全程负责，这次我们将抓捕胡志军的任务。 就交给周铁和陈建峰来联合执行。下面由陈建峰来介绍一下三起案件发生的具体过程。是。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，胡志军所做的第一起案子发生在都城市，时间是1999年8月16日。胡志军伙同于杰。 何威两名同伙持枪抢劫了都城市有机合成公司的提款车，在银行门口开枪，造成3死2伤，抢得现金60余万元。于杰落网，何威自杀，胡志军潜逃。2001年6月5日，胡志军持枪抢劫了本市的导会人王德斌。 抢得现金30万元后逃逸，王德斌重伤。前几日，2004年6月25日，胡志军持枪抢劫了导会人赵楠。由于赵楠事先将现金转移，胡志军没有抢到钱，赵楠死亡。由于胡志军拥有一个与其他案件不同的显著特征。 干脆利落，因此我们在现场可以掌握的证据和线索非常少，也很难由此判断出他的行踪。现场是会说话的，不管他留没留下什么线索，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胡志军的个人资料，以及总结的经验教训。至于他现在还在不在齐木市，我和陈队长还有不同的看法。 我在案发10分钟就已经下令全程封锁，铁路、公路、机场全线封锁。我认为，现在胡志军仍然留在齐木市。5年来，他和我5次擦肩而过。我了解他反侦查和逃跑的能力，他对逃跑绝对是行家里手，10分钟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。
还有，全城搜捕了这么长时间，为什么还没有胡世军的消息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好了好了，咱们先不要争执这个问题了。至于胡志军还在不在齐木市，咱们先做一个未知数。我们工作的重点是最后要抓住他，无论他在哪儿。我讲两句。不是说老周是我的老同志、老战友，我就偏向老周的说法。我和老周也是一起经历了8.16劫案。说起胡志军，他确实是个高手，他极有可能已经逃离了齐木市。因此，我认为我们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圈定胡志军的潜伏地。当然，胡志军仍然有藏匿在齐木市的可能，因此我们要继续实施全线的封锁和排查。徐局说的对啊，胡志军他如果在齐木市，我们挖地三尺也要把他挖出来。他要是逃了，即使逃到天涯海角，我们也一定要将他捉拿归案。是。老周，局长啊，怎么样？对案子有感觉吗？我相信我的判断。你啊，又让我想起了5年前的你。五年前？啊，五年前，你的那种自信，要找回来了。局长，您坐。哎。哎呀。年了，现在我反而感觉轻松了许多，背水一战，没有退路了。我觉得你的那个搭档不错，很厉害。你是说陈建峰？嗯，他确实是个好样的。你知道吗？他让我想起了过去的我。两个周铁加在一起，胡志军啊，只会有的受。还有跟我不一样的地方，什么地方？说不好。他到现在也没结婚，我总觉得他比我更像一个纯粹的警察。他很自信，今天在会上，他的观点被我们否认了。怎么样？咱们过去看看他。您怕他闹情绪吧？我想不会吧。如果换成你，你会吗？我怎么会呢？那去看看。哎，进。建峰，哎，你看谁来了？哦，徐局。建峰，很厉害啊！这些个东西，早就想把它撤下去了。怎么了？迟迟抓不到胡志军，我哪还好意思挂这个？你们俩笑什么呀？没什么，我们来呀，也没别的事儿，就是想跟你聊聊。你呀，不要有太大的思想压力。我们都相信你的实力，也期待着你的表现。啊，明白。啊，你跟老周啊，各有各的长处。你们俩合作，一定会有个好结果的。这个，我和老周也有同感。那行，那你们俩忙吧，我走了。局长，您怎么着？要走？不，我还要再待几天，等案子有了进展，我再回去。啊，那行，那你们忙。哎，好，局长。哎，我送送你。啊，不用，好。建峰，哎，终于并案了。是啊，现在我们俩才是真正的合作。怎么样？重新认识一下？认识一下？
席慕市公安局刑警队队长陈建峰，都城市刑警队长周铁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建峰。哎，天天上了火车，流窜四方的逃犯得有多少？那能怎么办？你感没感觉到站台好像安静了不少？嗯，是有秩序多了。警察又严打了吧？可能吧。哎，也不是严打的时候啊。看什么呢？那么出神？这是新张贴的通缉令吧？好像是。怎么了？哎，我好像见过这个人。你见过？不行，我得去报案，就现在。站住！我是警察，你确定你见过这个人吗？没错，而且照这上面的时间段，这段时间里只有他了。请你跟我到局里去一趟。好的。你见过胡志军？不会错的，我确定他在3:25左右挤上车的。当天的火车大概晚了10分钟左右，当时我们已经关车门了。这个时候他才急匆匆地跑上来，像他这种临时冲上车的人经常有。我们也没有多管，教育一下就算了。真是没想到。哎，你干嘛？你走。我没事没事。有票吗？有票也不行。我现在想起来，他当时的表情和举动确实很反常。他在什么地方下的车？中间曾经在风光小镇停过，再开车就没见过他了。好，谢谢你，你可以走了。赵忠，建峰，马上给风光小镇打电话。好。喂，风光小镇派出所吗？我是齐木市公安局刑警队长陈建峰，现在有线索表明。一个名叫胡志军的逃犯潜伏在你们那里，马上组织警力进行搜捕，5年之内所有的外来人口都要进行排查。好的好的，谢谢你们对我们工作的支持，通缉令马上传真过去。给风光小镇发个通缉令。是。怎么样？他们说了，尽一切警力进行调查。好。真是没想到啊，胡志军又跑了。是啊，真是没想到胡志军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功逃脱。哼，现在我相信了，他果然是个一流的家伙。建峰，你也别太在意，每个人的判断都有失误的时候。哼，我没什么好在意的，相反，我对这个对手很兴奋。
乾坤，好久不见了啊。喂，我是陈建峰，有消息吗？陈队，我们已经把能派出去的人都派出去了，但是现在一点和胡志军有关的消息都没有找到。镇子本来就不大，我们基本上已经是挨家户的问了。一定要挨家户的问，必须确定胡志军的下落。是，有没有可能胡志军压根儿就没有藏在我们这里？这个问题啊，等你确实仔细排查之后，再来和我讨论。喂，我陈建峰。通知飞机场、火车站、汽车站，还有高速公路的排查人员，都可以撤了。乾坤啊，你不会告诉我，咱们还有什么误会吧？你他妈居然为了20万来杀我啊！你跟了我这几天，你以为我能忍你多久？怎么不说话？你信不信我杀了你全家？杀吧。什么？杀吧。都杀了。你把他们都杀了，我现在也没钱还你。但你只要给我留下一口气，记住了，下一次绝对不会是现在这样。跟我耍无赖是吧？你少他妈跟我来这套啊！干什么？什么意思？这些你先拿着，我只是经济上一时半会儿缓不过来。你放心，只要再容我10天半个月，剩下的我肯定全输给你。看不出来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啊，每刀都弄出来了。我承认，今天晚上是我太冲动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哎呀，干我这行的碰到你这样的也不是一回两回了，我也很难啊。弟兄们要吃饭，我就是要钱，也不多，20万而已啊。20万？没错。哼，我知道你不是省油的灯，你那有你来钱的道，这我不管。爱怎么弄来，那是你的事儿，啊。反正钱给了我，我们就两清，从此不来往，怎么样？能这样最好了。那好，我们定好，也别2个星期了，1个月之内把钱给我交上来。要是交不上来，你以为我还会像今天这样给你留口气？此时的胡志军开始有了穷途末路的感觉，抢劫已经失手，债主又步步相逼，他现在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逃出黑道的视野，同时又要躲避警方的通缉。吴志军陷入了两难的境地。
到底是怎么了？你肯定不是身体不好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在外面遇什么困难了？生意上的事。你能不能不做生意了，干点别的？你说什么？哎呦，我说啊，你能不能不做生意了？天天东奔西跑的，太辛苦了。我也想啊。你也这么想？对。我最近一直在想，要不然咱们离开这儿。什么？我是说，要不然咱们离开这儿，我再也不做生意了。走？去哪儿啊？回我的老家。我一直都想回去。我在那儿有现成的房子，咱把这儿的房子卖了，回去做点小买卖，开个饭馆、小铺什么的，那该多好啊！就这么走了？你觉得呢？我不知道，你突然跟我商量这么一件大事儿，我得好好考虑考虑。没事儿，如果你不愿意，就当我没说。哎，我先跟大家做个检讨啊。由于我的判断失误呢，使很多同志白白忙了几天，也浪费了大量的时间、精力和经费。昨天我们得到了一个最新消息，胡志军在作案的当天已经离开了七武市。这个是我事先一直没有想到的。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，已经排除了胡志军在七武市乃至于在全省潜伏的可能。那么现在胡志军逃到什么地方去了呢？我们不得而知。从现在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，胡志军是个典型的十分钟罪犯。他是经过了反复的策划和跟踪之后果断出手，得手之后马上逃跑，用抢来的钱生存一段时间，而在这段时间里他是个绝不犯罪的好人。这种罪犯是最令我们头疼的。他现在虽然离开了齐木，好像我们已经失去了主动权，但是我们还有机会。我们相信他一定会在近期重返齐木。陈队，你为什么这么确定他会重返齐木呢？根据推测啊，胡志军这次肯定是在经济上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到这儿来作案的，但是这次他是空手而归的。空手而归的他不可能就此蛰伏下去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他为什么不会去别的地方作案？难道没有可能他去别的地方抢劫得手吗？这就是我们的分析了。根据犯罪行为心理学的理论，胡志军有着极顽固的心理定势，比如他对枪支的依赖，屡次潜入本地，作案现场如此惊人相似等等，无不说明他的作案习性是根深蒂固的。他要想改变这个定势，基本上不可能。这仅仅是一个推测。推测也是破案的重要手段之一啊。我们不能只看见眼前确实的证据，这样会使我们的思路变窄的。即使胡志军他会重返，我们有什么手段能把他抓住呢？他已经从我们手上逃跑两次了。这确实是个问题。我和老周呢也很伤脑筋。不过请同志们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想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。请同志们相信，我陈建峰一定会抓住胡志军。
佳佳，我跟你商量的事儿你想过了吗？什么事儿啊？搬家的事儿。不是随便说说的吗？老虎，你想想，我们费了多大劲儿在这里生活下去，已经五年了，突然说要走，我真有点想不通了。行，想不通啊，现在别想了，咱们周末出去玩玩吧。出去玩？去哪儿啊？城外不是有个庙吗？我想去烧烧香拜一拜。你什么时候信这个了？最近生意上不顺，我想去出出晦气。不成，那就去吧。哎呦，完了，错了，小心点，别摔着。你看这孩子，高兴。行事谨慎是胡志军一贯的作风。没什么，这次出游一方面像他说的要去庙里拜一拜，除除身上的晦气，而更重要的是他把这看作举家逃跑的一次演习。丁教授吗？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周铁。最新的消息，您都知道了吗？听说，这次胡志军是一无所获。您是怎么看呢？能不能给我点提示？我分析过了，他一定会回去的。他的心理定势，我们已经基本上掌握。太好了，有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。没有专家的助阵，我总觉得自己的观点立不起来啊。哈哈哈，是是是。哎，先生先生，叫我。我看你是全家和睦，夫荣妻贵，所以走吧走吧，别说了，我们不算命。哎，你说下去。算了算了，他说两句难听多烦人。走，先生，凡事信则灵。说，往下说。我说先生走大运。什么？逢凶化吉，心想事成的大运。谢谢，在我最倒霉的时候能听到你这句话，我也算是心满意足了。你疯了！走，别这人。走，乐乐，来。好。走。哎，丁教授怎么说？丁教授说，胡志军离被捕不远了。那还用丁教授说？我就不相信胡志军会走得更远。
上回到这儿到现在已经有三年了。是，三年了，事儿好像没怎么变。是啊，我倒觉得三年的时间太长了。老周，你知道吗？自打我穿上这身警服到现在，胡志军是第一个从我手里头跑的罪犯，我也是第一次等一个罪犯等了三年。这次他来了，没想到他居然又跑了。我用了三年诱惑案件上报的程序，我以为我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，不管是不是胡志军，只要他来他就跑不出去。建峰，我们就当做教训吧，起码我们领教了胡志军的反侦查和逃跑的能力。教训，我们用一条生命买了一个惨痛的教训。别再因为这件事情自责自己，再厉害的警察也不能在罪犯犯罪之前阻止犯罪。我知道，自责是没有用的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设好圈套，等待胡志军第三次出现。第三次？对，第三次。我要等到第三次，第三个人被打伤打死吗？事实就是这样。如果他第三次又跑了怎么办？我们就是在第三次抓住他。如果他又跑了，我都不知道我还有没有继续做警察的信心。建峰，你相信我，胡志军从我手里跑了五次，我当时比你还痛苦，我也偷偷地写过辞职报告，但是我相信胡志军不会永远都运气这么好。我相信你，但是现在我已经不怎么相信我自己了。你的判断力是没错的，只是胡志军的运气太好了，如果那列火车没有晚点十分钟的话，他已经落网了。就是因为这十分钟，是一个无辜的人白白的死去。我们是警察，不是医生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抓住罪犯，我们抓住了罪犯就等于挽救了生命。你说的对，老周，你说的对。中奖了！哎呦！陈队，哎，哎，老赵，你认为胡志军还要多长时间能来？你问我这个，我也不好说。估计两三个月之内吧。一个月之内可能吗？怎么了？我想赌一下。赌？嗯。怎么赌？明天开会的时候啊，我想向上级提出请求，在一个月之内实行零点汇报制度。零点汇报制度，嗯，那是什么？简单的说，就是一次全面的严打。我想把整个齐木市划成不同区域，然后逐级责任到人，把全城的警力都发动起来，保证每个区域每天24小时都能有专人负责安全问题。在每天的零点，各单位、各部门将一天的情况全部递交上来。
这样在一个月之内，我们可以得到全市全部的信息。这么大的动作，所以说只能维持一个月。我同意。你同意就好。明天开会的时候啊，我就把这个提案写成书面报告递交上去。但是，建锋，你考虑过没有？如果胡志军一个月之内没有来怎么办？谁来负这个责任？建锋，嗯，我们两个都需要冷静下来，好好的思考一下这个问题。这毕竟不是一件小事。好吧。行，你忙吧。进。哎，老周。一夜没睡。嗯。走吧，开会了。哎，等等，等我把这点写完。好了，走吧。哎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好了，我们不是赌胡志军一个月必来吗？嗯，如果他不来，所造成的损失由我一个人来负。既然这个材料是我写的，责任当然由我来负。建锋，就看在我抓胡志军五年的份上，好吗？好吧，谢谢你。走，开会去。回到家的胡志军心态已经有了180度的逆转，他不再一门心思考虑逃跑的事情，而是看到了转机。要是交不上来，至于这转机可能仅仅来自于路边的一个算命先生。我说先生走大运，逢凶化吉，心想事成的大运。建锋啊，哎，你说你要实行一个新的举措，是什么新的举措啊？啊，我所谓的新举措叫做零点汇报制度，也就是一次全面的严打。起风雨。